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おうちで楽しもう台湾の博物館です。おうちで楽しもう台湾の博物館は、台湾の博物館が制作した動画をSネット台湾が日本の皆さんに紹介する番組です。第1回目は国立台湾博物館です。国立台湾博物館は本館、古生物館、南門館、鉄道部園区の4つの館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ています。1908年に創建された本館は台湾最初の公立博物館です。台湾の自然と人の暮らしについて伝えています。古生物館は古語学に関する展示もありますが、元は日本環境銀行で、戦後は台湾土地銀行でしたので、金庫も保存されており、金融の歴史についても知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南門館は、日本統治期には台湾総督府専売局の小農工場であり、台湾の産業の歴史をテーマとしています。ビデオの中では北門館として登場する鉄道部園区は、鉄道文化を軸として台湾の近代化について深く学ぶことができます。4つの館の建物はどれも近代化をイメージさせるものばかりです。その壮麗さに目を奪われがちですが、このような場所でこそ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近代化とはいかなるものであったのか、深く考えてみ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それでは国立台湾博物館の動画をご覧ください。这是台湾最美丽的藏宝图，四座相邻的历史建筑，宛如台北人景象上的四颗宝石，分别代表了土地、生命、产物、现代性，共同组成台湾博物馆，守护台湾最珍贵的宝藏。代表土地的台博本馆，收藏专属台湾的自然与人文；代表生命的古生物馆，带您窥见奥妙的生命奇观；代表产物的南门馆，记录台湾产业的辉煌年代；代表现代性的北门馆，带您看见运转台湾的力量。台博本馆是台湾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馆藏以自然史、工艺产业和历史文物为主轴，典藏大量台湾的珍贵文物与标本，是认识台湾最好的管道。台湾博物馆系统是从2005年就已经拟定来推动，主要是从本馆为核心出发，串联旧城区的古迹建筑修复再利用为博物馆。国立台湾博物馆自从1908年设置，当时是以台湾的自然史为主要核心，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自然史博物馆。在早期的博物馆都是为了炫耀，到这年间呢，他们就盖了这个博物馆，就大量开始收集了很多原住民的一些服饰啊，这些文物，然后还有台湾的地质、森林、矿业，都是以台湾为主的收集。那这个博物馆呢，基本上是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个作品，这仿希腊罗马的建筑，从这个大门进来就可以看到它有个山墙，底下还有 Doric Order， 这个穹顶就是仿罗马的。这栋建筑呢，它尽可能用非常好的材料，非常细致、非常先进的方法来做设计。可以这么说，台湾的文明进步没有落后。台博本馆是一座专属台湾的藏宝库，常设展发现台湾，带您重回20世纪初博物学家初次探勘台湾的发现年代。
更有国宝级馆藏蓝地黄虎旗、郑成功画像、康熙台湾舆图。古生物及金融史展示为核心的古生物馆，前身是古老的银行，挑高三层楼的银行大厅，现在成为展示生命演化和探索自然奥妙的最好舞台。站在1930年代，当时的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非常多的银行倒闭了，还活得下来的要跟民众展现他的雄厚资本，他们就用非常厚实的建筑物的外观来表达这件事情，说这个银行非常稳，不会倒。为什么会在一个银行空间里面放恐龙？因为地球科学、动物学跟植物学要怎么统合起来讲故事呢？需要有一个前沿，就是恐龙。就台博来说，把自己身为自然史博物馆的一个研究跟典藏的能量展现，让现在的人都喜欢来。那这一座建筑物呢，进来会看到这个石膏饰板，图案都是几何图案，简化了大自然当中可能出现的物件。有人说我在石膏饰板上面看到海浪、看到稻穗、看到蕨类，都对。常设展《生命的史诗与演化共舞》，揭开地球生命演化的奥秘。三层楼高的恐龙化石与模型，壮观的鲸豚群，与台湾特有生物标本一同演出生命奇观。贴心设计的高科技互动装置，更是亲子游客探索生命与自然奥秘的最佳场域。物产丰富的宝岛台湾，曾是世界最大的樟脑产区。现在的台湾博物馆南门馆，包含国定古迹南门工厂的红楼及小白宫，以台湾樟脑产业发展及环境教育为核心，在都市生态花园的陪伴下，与您一同回顾台湾产业与环境利用的历程。20世纪初期，它是一个全台湾唯一公营的化工厂，做樟脑跟鸦片的加工。我们在红楼有一场设展，称为煎熬时代，是在讨论樟脑产业的生产过程当中，因为政府用公权力去介入，造成了原住民族从自己的生活领域被迫脱离了自己的土地，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大家都在煎熬。它有一座叫做小白宫，特殊的是它所使用的是当年台北城的城墙拆除之后再利用的城墙石，所以它被赋予不同的历史特色。红楼在外观上放上了灰白色的水平状的条纹，来呼应旁边专卖局的总局，当时算是在台湾非常流行的一种建筑物的外观。因为樟脑是非常易燃的东西，于是出现了赤白淡水池，平时就是拿来浇花或者是清洁用途的储水池，如果工厂出现了火灾，它就会变成救灾用的消防水池。常设展《煎熬时代》，展示各样樟脑产品生产过程与器具，以及樟脑香味体验等互动展示设施，带您揭开台湾樟脑与鸦片产制的神秘历史。2020年开幕的北门馆，前身是清代台北机器局，历经军火制造与铁道部等角色转换，是台湾第一个科学工业园区，也是第一代火车医院。我们将在这个全台湾铁道发源地，为您揭开台湾现代化科技发展的序幕。刘铭传在台湾推动都市近代化的时候，很多的技术以及材料都是要到靠近台北城河岸边障碍，所以后来在那个地方建立了台北机器局，可以说是台湾推动近代化的一个起点。
那日本来了以后呢，也就从军事用途转换成铁道的设施。铁道部厅舍呢是神田松子著作设计的，它就设计成半木构造的样式，这种建筑形式就会透露出比较休闲的感觉。它的附属公共厕所说明人类开始在都市集中活动，其实背后叙述很多城市怎么近代化的过程。城市它能够容忍不同的族群、不同时代的东西，所有的人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你的认同，这个是整个现代性博物馆最想要谈的事情。北门馆将以现代性展示主题，为台湾博物馆增添全新气象。这里不仅是铁道文物的宝库，经典车厢体验与优美的铁道建筑都将重现属于台湾的铁道文化。现代科技的互动装置，透过游戏的过程，引领孩子们一起探索，一起掌握迈向未来的力量。国立台湾博物馆是从1908年设置的，当时是以台湾自然史为主要收集的范围。未来我们将透过古生物馆跟世界的自然史做一个连结，结合南门馆的台湾产业史，然后再加上北门馆成立以后，国立台湾博物馆将朝向现代性综合博物馆发展。台湾博物馆不仅收藏丰富的自然标本与珍贵国宝，更透过系统性的古迹修复，让古老的建筑再现优雅身影。我们向世界张开双臂，连接多元的诠释观点，串联土地与历史的脉络，共筑台湾现代化的壮阔篇章。欢迎光临国立台湾博物馆。